弟兄姐妹早安，早安，让我们一同座位上面起立，感谢神，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早晨，阿们，好不好？跟你旁边说，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哈利路亚，阿们，今天早晨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热情的来敬拜他，预备要领受他的话语，预备领受他的恩典，阿们。有姐妹你准备好要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吗？跟旁边说，我准备好了，阿们。好不好？让我们给神一个热情的敬拜，让我们用全心全人来敬拜他，阿们。好不好？数到三的时候，给我们的神一个最热情的掌声跟欢呼。一、二、三，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欢迎你，哈利路亚，阿们。今天早晨，让我们热情的来赞美我们的神，阿们。一起来说。
Go!
姐妹跟他说，神的爱会带领我们前行。Amen。带领我们前行。Amen。哈利路亚。神的爱会带领我们前行。Amen。因为神的爱是永远不止息的爱。Amen。神的爱是信实的爱。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今天早晨，我们就要再次来敬拜他，好不好？举起我们的双手，要欢迎他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你总是为我们征战，天使四面围绕我，我心欢喜，我相信得胜冠冕属于你。我的帮助，我的盾牌，我的良人和良友，你恩典赐我生命来敬拜你。祝你生命，祝你生命何等伟大，与你同在不惧怕。一起来敬拜他好吗？的圣冠冕属于你，愿你荣耀充满圣殿，愿你能力来掌权，你恩典赐我生命来敬拜，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胜过一切，你胜过。胜过这世界， Amen。 今天早晨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祝你圣名，祝你圣名何等伟大，与你同在不惧怕，匍匐敬畏在你面前，得胜冠冕，得胜冠冕属于你，愿你荣耀，愿你荣耀充满圣殿，愿你能力来掌权，你恩典赐我生命来敬拜，举起双手宣告，哈利路亚，你胜过一切，你胜过一切，你胜过一切，哈利路亚，耶稣你胜过这世界，全民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当你在唱的时候，你要有信心宣告，神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神已经破碎一切的软弱，神已经推倒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高墙。 Amen。 一起来举起双手来宣告，一切的高墙，一切高墙将倒塌，一切因泪中要破碎，得胜冠冕一切都要
胜过一切，你胜过一切，你胜过一切，哈利路亚，耶稣你胜过这世界。将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归给我们的神，更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耶稣已经胜过这一切，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耶稣你已经胜了一切，耶稣你已经胜了一切，主，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来到你的面前要经历那更大的祝福与恩典，主，我们要经历你得胜的能力天天要充满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耶稣，我们何等欢喜快乐，主啊，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如此美好的神。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经验你得胜的能力要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都要将我们自己再次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与我们同行，天天用你大能的膀臂扶持我们。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脚步，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主，我们相信都在你的恩典当中。谢谢耶稣。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走着人生路。今天早晨要再一次经验让他恩典覆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多的来敬拜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来敬拜他好吗？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你带着什么样的需要来交给上帝？神要用他大能的膀臂，用他爱的膀臂来牵引你走每一天的道路，来带领你
过每一天的生活，一起同声开口，将我们自己再次带到他的面前。数到三，同声开口来祷告，一二三，哈利路亚，耶稣，是的主，谢谢你，主啊，是的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恩典再一次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向你来呼求，向你来祷告，耶稣，是的主，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你的安慰，主，我们需要。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耶稣，我赞美你，我敬拜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再次来祷告，把自己带到上帝的面前，为着你的家庭向神来祷告，你的家庭要充满上帝的恩典，你的家庭要充满神大大的同在，为着你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来祷告，每一个人都要来认识上帝，每一个人都要走在这个恩典的道路当中，一起同声开口，把我们的家庭再次带到上帝的手中，求神用他大能的恩手托住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的家庭，与我们的家庭每一个成员同在，帮助我们所爱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经验他的恩典，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是的主，我们向你来祷告，谢谢耶稣，主啊，你的恩典要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主啊，你的祝福要充满在我们家庭的当中，主，我们时时向你来呼求，向你来祷告，耶稣，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所爱的家人都要来认识你，主，都要来经历你，主啊，是的，主，都要走在这恩典的道路当中，主，我们如何经历，主，我们所爱的家人也要来经历，耶稣，我把我们的家庭交在你的手中，主，每个家是你所保护的，每个家是你所爱的，耶稣，求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向你来祷告，弟兄姐妹，今天早晨神医治释放的恩典也要再次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带着身体的疾病，你带着心理的重担交在上帝的手中，今天上帝医治的恩典要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今天上帝释放的恩典要充满在你生命的当中，今天上帝平安的意念要充满在你的里头，如果你带着重担按手在你的心上，你带着需要按手在你的心上，如果你身体当中有不舒服的按手在你不舒服的地方，弟兄姐妹，当你按手的时候，你要相信神要听你的祷告，神要听你的祷告，今天早晨神要将他医治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将他释放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数到三的时候我们喊三声，主啊主啊，一起来祷告，我们要经验神恩典的大能，数到三，喊三声，主啊，一起来祷告，一二三，主啊主啊主啊，耶稣，我再次向你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再次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是的主，主啊，医治我弟兄姐妹所有一切的疾病，主啊，是的主，主啊，所有一切心血管的疾病统统都要离开，耶稣，是的主，主啊，一切眼睛的疾病要离开，完全得到医治，耶稣，我祷告你，主啊，所有一切骨头的问题统统都要离开，耶稣，我祷告弟兄姐妹的家庭是最甜美的家庭，主啊，他们带着工作上面的重担来到你的面前，今天就要得着答案，主啊，今天就要得着恩典跟祝福，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求你祝福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一起来宣告，一步又一步，举起你的双手，好吗，来亲临上帝的恩典，向他献上我们的赞美，走
时候转向两边的人，跟他说：“神的爱要牵引我们每一天的脚步。”神的爱要牵引每一天的脚步。哈利路亚 ，Amen。弟兄姐妹，请坐。接着，我们要欢迎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呢，我要请你从座位上面起立，我们要给你一个最热情的欢迎。那我们的招待同工也会给你一个礼物，要请你留下你的姓名，让我们可以跟你保持联络，好吗？请所有的新朋友准备好，我数到三的时候，请你从座位上面起立，一、二、三，请所有新朋友起立，好吗？耶！请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握手，好吗？再一次给这些新朋友一个热情的掌声。现在请所有的人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现在有60秒的时间，我想请你离开座位，找你不认识的人，跟他说很高兴在这里跟你一起敬拜神。如果你有小灯泡要插上的，麻烦好不好可以到前面来，将你这个灯泡可以向神来献上。开始。弟兄姐妹趁着难得露脸的阳光上街募款，现场有小小兵和可爱的佩佩猪，也有弟兄带着吉他现场弹奏。感谢上帝给了我们美好的天气，还没有参与募款的弟兄姐妹快跟着小组一起上街头吧。上半场的追求成功，很多人人生下半场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意义。台湾世界展望会帮助亚美尼亚、罗马尼亚和波士尼亚最需要的家庭，透过提供柴火和防寒设备及修缮老旧房屋，改善当地弱势家庭的生活。不是在这里，爱也不仅仅在这里，爱是在我们的行动里面。每年圣诞节的 Top Kids 亲子剧场总是让大人小孩都喜爱。如果你觉得去年的前夜夜与小天使的故事很精彩，那你绝对不能错过今年的7号小旅店。12月16跟12月17，场次共有3场。10月5号开始索票，每人每场限定8张。相关资讯请洽02-6628-4530杨姐妹。戏剧结束之后，还有好玩的游戏嘉年华等着小朋友们哦！这可是一个邀请亲朋好友来到美和堂的好机会呢。那我要赶快去索票，赶快去邀请我的同事们一起来看戏喽！2018年的访韩盛会开始报名喽！这次的访韩盛会时间是明年5月13日至19日，11月19日就截止报名喽。每人费用为21000元，报名定金为3000元。还没有去过韩国祷告山的弟兄姐妹，主日会后赶快到联合柜台报名吧。
哈利路亚，给上帝一个更热情的掌声。在这边我们要颁发这个下学期的奖助学金啊，今年第二次的奖助学金的颁发，这一次我们总共有21个学生，我们要颁发奖助学金给他们，其中大专组有15个人，高中组有6个人，我们请他们通通起立好吗？大专和高中组的通通起立呀，然后他们的代表是刘安丽同学哈，刘安丽来，请上来，简单的说一下你的家庭，你的故事，简单的说一下好吗？我们家原本是一个小康家庭，但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我爸妈离婚了，然后家里的经济就开始走下坡，但是那时候我考上了私立的学校，而且我考上音乐系，所以花费其实还蛮大，然后我妹妹的学校她也考上了私立的高中，所以我妈妈她因为常年都没有外出工作嘛，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一直在家里面照顾我们，然后她有出去找工作，但是很多人都希望用年轻人，所以她就比较难二度就业，所以就是妈妈的经济压力，家里经济压力就比较大，对。那现在的情形怎么样？现在，我妈妈虽然都没有让我们担心啦，但是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常常就是为了钱，就是有一些的压力，对。可是她都跟我们说，就是反正你们就好好读书，然后什么就好了，对。但是，你现在几年级？我现在大五。大五。因为我除了我本系的课，因为我想要当老师，所以我又再修了教育学程。OK 好。所以你马上也等于要毕业了。你马上也要毕业了。对，差不多要毕业。你现在自己有做家教吗？有。也帮忙贴补家里头的开销。对对对。所以你在小组里头也有服侍吗？有。谢谢你，上帝赐福你好不好，孩子哈，上帝赐福你，来来来，站着站着，我们要照张相，这个要，照相纯正，真的是拿钱来了。要不要他们一起上来照一张，好不好？一起上来吧，一起上来，来来来来，快点上来。恐怕要站这里，这样站，我们站最底下一排，因为你我俩个子都矮一点。来来来来来，二三，好，来，回到位置上，孩子们，我们帮助这些孩子们，这些青年人，不是因为他们家庭有困境或者怎么样，乃是因为我们在造就下一个世代的，不能算下一个世代了，就几年之后的整个台湾社会的英雄，台湾社会的柱石和栋梁。 Amen。 我们帮助他们是希望这些人都能够成为神国度里头的钻石，都能够成为神国度里头的珍珠和珠宝。哈利路亚。所以孩子们，你们要记得，不要小看你们自己，现在不过是一个学生而已，你要知道未来你们在神的国度里头都是非常有用的将才，不是
酱料的酱材，是神国度里头精兵的酱材。阿们。看自己都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将来会影响整个华人世界的人，你要影响不是台湾而已，台湾太小了，2000万人而已，那有什么了不起，你要影响的是整个的华人世界，你要影响15亿的人。 Amen。 你要让这15亿的人因着你，他们的人生都要不一样，因着你他们的人生都要可以被改变。你要这样子看你自己，用这样子的梦想来看你自己，然后你的人生才会不一样。你的梦有多大，你的生命就会有多样怎样的不一样。一定要把老牧师的话记在你们的心里头，一定要记在你们的心里头，天天记在你们的心里头，想怎样我可以像是一个如鹰展翅的一只大老鹰，可以高飞在天际，好不好？上帝赐福给你们，再次用掌声来帮助他们。有几份另外一样事情跟大家要做一个介绍，就是我们明年度的访韩，是我们访韩30年的一个 ending 的一个聚会。我们到这里，我后边不会再在教会里推访韩了，要不要推访韩是光伟牧师的事了，那个是他的事，要不要推是他了。我呢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是我30年赴韩访韩特会的一个 ending的一个感恩的一个，对我来讲我是一个感恩的一个聚会，因为30多年来上帝借着访韩帮助我们，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跟我一样，你在访韩的聚会中间被圣灵充满，你在访韩的聚会中间被上帝摸着，你被访韩的聚会里头被带到3层天，你在访韩的聚会中间你生命整个翻转的，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一下，请你把手举一下。耶、yeah, 相当多的人你有这样子的一些的经验，没有这种经验的你要赶紧去，因为你再不去我就不带你了，你就记住这件事情，我要带你就是这一次，我再带你就是这一次五月间的时候，所以请你尽快的报名，请你尽快，如果你报名参加这个，这次报名参加这个，你参加我们的烈火的时候特别的折扣，参加我们烈火聚会就有特别的折扣，大概只要500块钱，所以你看多便宜啊，别人都要1500块，你只要500块钱，如果你参加韩国的这个有特别的折扣。 OK， 好，如果上帝给我们特别恩典，我们说不定还有另外的折扣可以给大家，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很难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告诉边上的一定要去呀、yeah, 去过的人都会发现一点都不后悔，同意不同意我说的话，去过的人通通会发现一点都不后悔，你会觉得去过了以后像是经过一次生命的洗礼一样，像是经过一次生命的洗礼一样，在你的生命中间会带来很大的祝福，会带来很大的恩典。我们这次报名的时间很短，只有到11月19号我们就要截止报名，因为你问为什么这么快截止报名，因为我们要定机位，懂我的意思吧，我们要定机位，定了机位以后不能退，也这个加能不能加我不知道，至少就是不能退，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赶紧把机位定下来，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机票它现在已经是很满了，我们现在只拿到一些机位，拿的不多，我们这次大概华航只给了我们300个机位吧，所以没有太多的机位，报名满了就没有了，报名满了就没有了，所以如果需要去请你尽快的报名，好不好？可不可以？请你连考虑都不要考虑，考虑都不要考虑，就是决定我这一生再不去你将来就会后悔了，因为老牧师不带你了，就这么简单，我不再带你了，我就只带到这一次，到这一次为止我就不再带了。 OK， 好了，求上帝帮助我们。那么另外 OK， 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做我们的信心宣告。弟兄姐妹，这是信心宣告的目的，在做什么？它不是一个仪式，每一次的宣告是在上帝面前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在上帝面前也是我们的一个呼喊，在上帝面前也是我们的一个祷告。这里头宣告的东西是什么？这里头的内容是我们教会的 core value，
很少教会有这种 core value， 很少教会有这种核心价值，有这种核心目的。我们教会非常清楚我们的核心目的， Amen， 统统都在我们的信心宣告里的。我们讲我们是一个阳光福音使徒的教会，我们讲我们是一个口甜脸甜心甜的教会，我们讲我们是一个健康宣教行善的一个教会。你要记住这一些的精神贯穿在我们中间，引领过去教会几十年的路，而且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向着这个路走下去， Amen。 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是口甜脸甜心甜的人，我们有阳光福音使徒的生命，我们要建立健康行善宣教的教会，我是一个卓越的人，哈利路亚， Amen。 弟兄姐妹，我们平凡但绝对不平庸， Amen。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我绝对不是一个平庸的人，我是在平凡中间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我是在平凡中间非常有恩典非常有祝福的一个人，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举起你的手，你要为自己祷告，宣告自己，你要像老鹰一样有翅膀可以飞起来，宣告你是一个口甜脸甜心也甜的人，求上帝把这份的甜放在你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二三，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祝福充满在我们的中间。上帝，我们祷告你，上帝，我们祷告你，上帝，我们仰望你，恩典的主，谢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改变我们里头的态度，改变我们里头的习惯，改变我们里头的言语。上帝，让我们从里头看到人就懂得爱，看到人就充满着善良，充满着祝福。上帝，我们谢谢你，上帝，我们赞。赞美你，主耶稣，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荣上加荣，在我们的中间。上帝，我们就是祷告你，我们就是祷告你，在这个充满着黑暗的时代，让我们像阳光一样的普照；在这个充满着苦难的时代，让我们像甜水一样的涌流。亲爱的救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经过的地方苦水都要变甜了，我们经过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要改变了。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请坐。弟兄姐妹，我还有一样事情跟大家要做一点点提醒的，就是鼓励的。这个大家觉得这会堂好不好？喜不喜欢在这里聚会？坦白说，到目前为止确实要找一个像这样的会堂真的很难，这么大这么高，中间居然没有柱子，你没看到我们中间一点柱子都没有，他本来有四根柱子，我要求他换掉，换掉以后他多花了2亿到3亿改变结构才把这个换掉的。弟兄姐妹，上帝真的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会堂，同意吗？打开这个窗帘的时候，你就看那个 view 漂亮的不得了，你大概很少再找得到一个教会能够像这样子，同意不同意我说的？感谢上帝，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同意吗？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爱他，一起来帮助，让我们一起有份于这一个建堂的事工，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感谢主，我们花了十亿，我们已经付出9亿，只剩下1亿了，哈利路亚！告诉边上的很少的钱，耶！你可能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钱，但是跟说在上帝那边 piece cake， 哦，根本就是小事一件，根本就是小事一件。好了，所以你只剩下最后10亿的恩典会临到你。听不懂我说的，听不懂我说的，因为你奉献1亿，上帝要给你10亿，同意吗？早上的是一个姐妹很兴奋地跟我讲，她说牧师，她在这个前2个礼拜我奉献了3万块钱台币，结果上帝给了我一个恩典是3万块钱美金。我不是说每个人奉献3万台币都有3万美金，好不好？拜托，我没有说这话，我没有说这话，我只是说他蒙了这个恩典，他蒙了这个恩典，你可不可以跟上帝讲 ，It's my turn？ 很多人都没有开口讲，难怪你那么穷，难怪你得不到这个恩典。你要有信心的在那里宣告说 ，It's my turn。再大声一点，我听不见，我耳朵很背。来，再大声一点，来 ，It's my turn。
耶，哈利路亚，阿们。弟兄们，奉献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阿们，是上帝特别给我们的祝福，哈利路亚。我很高兴参与在这些建堂的工作的中间，我真的很高兴。从第一个堂到第二个堂，到现在这个堂，每一个堂的奉献里头，真是充满的祝福，又有祝福，阿们。所以告诉边上的人，我一定要去抢恩典。剩下一亿的奉献，就代表还有十亿的恩典会降临在我们中间，还有十亿的恩典上帝要给我们。所以哈，乖乖，乐透有十亿，在有一个彩券店，保证会开出十亿的奖金来。告诉那家彩券店的生意会不会很好啊？所以这里我告诉你，这里比乐透的更保险，你知道吗？乐透说了以后还不见得是真的。来，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跟你一起讲保罗年老的时候，他的年老的时候的一个宣告，很有名的一个宣告。他的宣告在哪里呢？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来。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我们中间有年长的，有年轻的哈。第一堂年长的稍微多一点，像我这样白发的人稍微多一点。保罗什么时候说这个话？他说我离世被交奠的时候已经到了，表示他已经离他的就是离开世界的时间差不多了。这个大概是保罗六十多岁的时候，大概已经是到了主后六十七年吧，大概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保罗大概就六七年左右为主殉道的哈，他重新再一次的在罗马监狱里头被抓了，抓到罗马监狱里头去。当他在这个时候，他知道大概差不多了，人生走到这里大概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他回首看自己的生命，他回首看自己的人生，他就在那里说，他说我离世被交奠的日子已经差不多了，他说将来会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就说了几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什么呢？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然后呢，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哈利路亚，表示什么？责任已了。表示什么？在上帝面前可以很坦然见主了。表示什么？该做的事情我通通都做完了。表示我该做的事情我通通都做完了，现在等着什么？等着上帝颁冠冕给我了，等着在上帝面前拿奖状了，等着在上帝面前拿勋章了，等着在上帝面前被奖赏了。你知道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里头就会有一种感触，我说上帝啊，我巴不得这个是我将来墓志铭上能够写这个话，啊，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中间有很多差不多跟我这种年纪的人了哈，差不多就跟我这种年纪的人。回想你的人生，能不能像保罗一样说这样坦然的话，说这样豪迈的话，说这样充满着信心的话，说这样充满着祝福的话。保罗回顾他自己一生的故事，他信了主以后，他发现什么？他的生命中间有很多的征战，他生命中间有很多的征战。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他的生命中走到哪里去，那个苦难都是一直跟着他的，那个征战都会是一直跟着他的，都是一直跟着他的。从他最开始的宣教历史开始，他到了以哥念，以哥念的人就反对他，他到了路斯德，路斯德的就石头把他丢了，丢的都死掉了，昏死了，然后醒过来重新回到城里头再去传福音。好，他再去传福音，你看这个地图上面有很多地点，你看到吗？路斯德有没有看到？路斯德看得见看不见？看得见哈，你看见他到了路斯德，路斯德的人就用石头打死他，就用石头打死他。他到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安提阿的人拒绝他。他到了这个塞浦路斯这个地方的时候，这边的人
这边的人一样的拒绝，他到哪里去？他到哪里去？通通都有各样的苦难临着他。他蒙了一个呼召，要到传福音到希腊去，传福音到欧洲去。你看，是上帝的呼召。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上帝的呼召，他去应当有一个平坦的路嘛，就没有想到到达菲律宾的时候就被抓到监狱里头去了，在监狱里头啊，又被鞭打，又受刑罚。好，连命都快没有了，连命都快没有了。好不容易离开菲律宾了，然后来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他在哥林多传福音一年半的时间，牧养教会一年半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很荣耀的教会。但是到最后，哥林多的人一样拒绝他，哥林多人一样发生暴动，一样发生暴动。他从那个地方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你看他到耶路撒冷干嘛呢？他到耶路撒冷是听说耶路撒冷遭遇了饥荒，他就带着一大笔的奉献回来，给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但是呢，他带着捐款回来的时候，犹太人要打死他，犹太人要抓他，于是他就被关在该撒利亚的，到这个该撒利亚的这个监狱中间。什么叫做该撒利亚？就是该撒的城，知道吗？凯撒的城。你听到什么利亚？利亚，利亚就是城的意思哈。提比利亚就是提比留斯的城，这个都是拍马屁的啦。这些分封的王要拍由罗马帝国的马屁，就说这是凯撒的城了，盖一座城以后就取凯撒的名字了哈。这个都是拍马屁的一些的，就放在该撒利亚城的监牢中间一关，关了多久了？关了两年的时间，关了两年的时间，没有审判，就这么天天关在那个地方。如果像是一月间，我们明年一月间有一些人要去。巴勒斯丁圣地那个地方参访的哈，你们一定会带你们去该撒利亚，然后一定会指给你看那个在最外边外海边上那个在海水里头的有一个石屋，在那个石洞里头，那个地方就是关保罗的地方，就关在了非常潮湿的地方，非常阴冷的地方，就关在了暗不见天日的地方。一关关了两年的时间，也不审判他，也不审判他。好，到了最后的时候，又把他送到罗马去，沿路在海上都是风浪，沿路在海上命都快没了。命都快没了，好不容易到了罗马这个地方，放出来以后，他自由了一下子，又被关起来了。弟兄姐妹，这个人生你会不会觉得充满苦难？会不会？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生里头简直没有一天快乐的？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你会不会觉得他这个人生里头冤枉透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坐一次牢已经够冤枉了，你看见他拼命的坐牢，被人反对一次，用石头打死一次，已经够冤枉了。你发现这些人不断的追着他打，不断的追着他喊，不断的追着他骂，好，追着他骂。这样的人生，这一生里头有征战，固然是有征战，但他居然说是美好的仗。他居然说这样的遭遇对他来讲是美好的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里头以前没有这种感觉，这次读的时候就突然就有个感觉，就因为这么艰难，当时的艰难，当时的眼泪，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通通是恩典。当时的过不去，回过头来看的时候，通通都变成美丽的诗章，通通都变成美丽的诗章。人生精彩就在这个地方，上帝的恩典就在这个地方。上帝是让咒诅变成祝福的上帝。在我们中间，你的生命中间也可能有一些叫你掉眼泪的事，叫你难过的事，叫你沮丧的事，叫你觉得很委屈的事情，祝福你，每一个都变成你的冠冕，每一个都要变成让你可以很自豪的事情，让你的生命多彩多姿的事情，就是每一个像这样子的故事。就如同我常讲，将来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你碰到约拿，你一定问一个故事，你怎么到鱼肚子里头去的？你倒不会问其他的故事，对不对？你不会问说约拿你的老婆是谁，约拿你的儿子是谁，约拿你的女儿是谁，你不会问。你会问他说在鱼肚子里头那个味道是什么味道
你一定会问他，在鱼肚子里怎么可以活得下来的？你怎么会活得下来？如果扑到蛋衣里，你一定问他一件事情：你怎么会在狮子坑里头度一个晚上的？你怕不怕？那狮子有没有咬你？你怎么样跟他和平相处的？这个狮子怎么居然不咬你？你如果碰到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各蛋衣里的三个朋友，你一定问他说：丢到火炉里头去，那是什么感觉？丢下去的时候，你害怕不害怕？为什么丢下去？火没有烧在你身上，有没有被烫到过？你一定会问他这些故事。我告诉他，会不停地讲这个故事，因为每一个上去的人都问他嘛，你听懂我说的吧？每一个人看到他的时候都要问这个故事吧。他不停地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他生命中间最精彩的。这个故事是他生命中间最动人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中间有没有这些故事？你的生命中间有没有这些故事？让这些故事在神的手上通通改变，咒诅都要变成祝福，眼泪都要变成你的欢笑，所有人家泼在我们身上的大便通通都要结出美丽的果实来，偷偷都要结出美丽的果实来。所以保罗在那里回想的时候，他说美好的仗，你注意哦，他不是说艰难的仗，他不是说羞耻的仗，他不是说那个眼泪的仗，他说那是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祝福你，祝福你在上帝面前。我们的人生中间也一样有很多的征战，但是每一个征战的中间，上帝通通都有祝福在我们的里头。上帝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祝福。他在回想这一生血泪斑斑的故事，却是充满着精彩感人的故事。如果一生平平顺顺，你就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如果一生呢，这个一帆风顺，你就没有什么动人的了。你会动人的故事都是这些的故事啊！如果你说我含着金汤匙出生，什么都很顺利，你告诉我这个人生有什么可讲的？没有什么可讲的，没有什么可讲。所以你会发现，中国从古至今所有的朝代里头，只有开国皇帝有故事可讲，其他的十几个皇帝没有一个人有故事可讲。好，其他的皇帝有什么故事可讲？没有故事可讲，因为他们的生命中间没有什么动人的事情，他们的生命中间没有什么动人的事情。感谢主，感谢主，虽然是一场又一场的征战，但是保罗胜过了这一切的征战。在这些征战中间发现他生命最感人的事情都在这里。不但保罗有这样子的故事，我告诉你，耶稣一生不也是面对各样的征战吗？耶稣的一生是不是面对各样的征战？他的一生里头面对各式各样的征战，在旷野里头40天的祷告，撒旦就来引诱他了，撒旦就来挑战他了。撒旦说：“你让石头变成面包吧。”撒旦跟他讲：“你跳下去不会跌死的，天使会拖着你的脚的，可以拖着你的脚的。”你会发现撒旦在那里没有放过他。圣经中间讲，撒旦暂时离开他，那40天以后，表示什么？后边还会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战争是一场又一场的，撒旦没有放过耶稣，我告诉你，撒旦也没有放过我们，所以一场又一场，一场又一场。但是在这每一场的战争中间，上帝都有祝福的。你看，耶稣不但在旷野中间遇见这种征战，耶稣在格拉森，你记得格拉森？耶稣坐船到格拉森去，到格拉森去要赶鬼啊，那边有一个人被鬼附的，耶稣到那边去只为了一件事情，就为这个人来的。但是耶稣的船在海上就遇见了很大的风浪。你要注意哈，有很多人讲哈，你知道四福音中间的风浪哈，四福音中间的风浪哈，有两次，有一次呢，四福音中间是耶稣在岸上，门徒在船上，五饼二鱼以后，那么门徒在海里头遇见风浪，然后有一次是耶稣自己在船上跟门徒一起坐船要坐到格拉森去，又遇见风浪。这两个风浪不一样，前边那个风浪是五饼二鱼之后门徒遇见的风浪。你这门徒遇见风浪干嘛？门徒遇见风浪要叫这一群门徒脑袋醒过来，
因为五饼二鱼的时候他们实在太兴奋了，五饼二鱼的时候实在太荣耀了，五饼二鱼的时候犹太人都要拉着他们做王了，好到了这个要把耶稣拱出来做王了。所以告诉你，门徒在那个地方是快乐的不得了，神气的不得了。耶稣把他们放在风浪里头，在风浪中间一摇，通通不要做王了，听懂我说的吧？你本来在想耶稣做王，我要做财政部部长，对不对？耶稣做王，哦，我要做国防部部长。耶稣做王，哦，我要做交通部部长，多少工程可以包，对不对？哎呀，如果耶稣做王，我可以怎么样？所以大家在那边不肯走，记不记得圣经中间讲，耶稣要用催他们上船，用了一个字叫做催。什么叫做催？就他们不肯走嘛。为什么不肯走呢？就是太神气了，干嘛要走呢？耶稣把他们放到海上，海上一摇，命都没了。告诉我还想财政部部长，不想了，只想活命就好，活命就好。还想交通部部长，不想了，活命就好。所以那一阵的风浪把他摇醒了。但是我告诉你，耶稣这个时候自己在船上，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也遇见了风浪。这个风浪的目的在做什么呢？这风浪的目的在阻止耶稣到格拉森去。因为耶稣去格拉森要去赶鬼的，所以那个乌鬼就兴起风浪阻挡耶稣，耶稣就兴起风浪阻挡耶稣。所以你看见耶稣面对风浪说什么呢？是斥责风浪。你看到用斥责表示什么？那不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而已，表示它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原因在那里，表示它的背后有一个恶者的势力，所以才用斥责嘛，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才用斥责。斥责的不是风浪而已，而是风浪背后的那个权势，而是斥责背后风浪背后的那个权势。你可以看到耶稣在那个地方遇见恶者的攻击。耶稣在科西玛尼的时候有没有挣扎？耶稣在科西玛尼自己那天晚上的祷告，他祷告说，主啊，如果许可，请你叫这个杯离开我，叫这个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你看他面对着一个挣扎，那个杯到底要喝还是不要喝？那个苦杯我可不可以不要喝它？你看他面对着一个挣扎，在大祭司面前，他面对那些人对他的羞辱，在比拉多面前，他面对十字架对他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一生也在各式各样的征战的中间。感谢主，保罗得胜，耶稣更是得胜。弟兄姐妹，保罗提醒我们，不单他要面对这种征战，而且所有神的儿女通通都要面对各式各样的征战。神的儿女通通都要面对各式各样的征战。你看哈，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你看我们一起读来。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怎么样都顺服怎么样。你看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们是在血气中行事，因为我活着嘛，所以有血肉之躯嘛。他说但是并不凭着血气来怎么来征战，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不是属血气的。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要在上帝面前有能力攻破营垒。告诉我什么营垒？谁的营垒？攻破撒旦的营垒。撒旦在那边有一个营垒在那里，你要把撒旦的营垒攻破，然后才能够再把那些被撒旦掳去的人抢回来，把撒旦掳去的东西抢回来。所以这是一场什么？这是一场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场征战不止在保罗的时候，也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保罗提醒当时的基督徒，他说我们都在这场战争的中间。在这场战争中间，你要知道你的敌人到底是谁。你的敌人并不是看得见的人，你的敌人是后边看不见的撒旦的力量。 Amen。 你的敌人是后边那看不见那个恶者的势力，看不见的恶者的势力。如同对不起啊，像是我们解决很多地上的事情，什么国家的事情、政治的事情、社会的事情等等的事情，我一定要讲，外边你看得见的事情都是因为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在阻挡。你解决地上的事情必须要先解决天上的事情，
天上的事情解决了，地上的事情就可以解决，看不见的事情解决了，看得见的事情就可以解决。 Amen。 你要把看不见的事情解决了以后，就能够解决看得见的。因为决定看得见的是因为那个看不见的，看不见的那些的东西会影响所有看得见的，好，会影响所有看得见的。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也讲修身养性里头也讲这个，他说眼睛不好是因为肝不好啊，眼睛不好是看得见的，肝不好是看不见的，听懂我说的吗？所以要解决眼睛不好要先解决肝不好，皮肤不好是因为肝不好，这都是我们中医讲的，这都是我们中医的讲的。皮肤不好是什么东西不好呢？不是 SK2 用的太少了，而是因为你里头的肝不好，所以你的皮肤就不好，所以是你里头的东西不好，外边的东西就通通不好。 Amen。所以你要记住很多东西去解决里头的东西。我们有个弟兄就告诉我，他我们弟兄他做中医的，他跟我讲，他牧师啊，他说跟我做的那一个我的原来的 partner 哈，一直要离开我，他最近终于离开我了。离开我了以后，没有想到他就在我边上另外开了一间诊所。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当然神奇，实在是有点不厚道，对不对？实在是很不厚道。他说牧师我难过了两个小时，不过他现在过来了。他说现在，我说弟兄很好，我说弟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你要怎样完全过来呢？我是说当他开张的时候，你一定要送盆花给他，你要到他那个地方去给他祝福，你要祝福他说祝福你生意要非常的好，你在我这个地方练了功夫，你一定要讲这个，因为你功夫在我这里练的，你在我这里练了功夫，所以现在出去的时候祝福你大展宏图。我说你还跟他讲一件事，你说我投资你好不好？我说要跟他讲说我投资你好不好，我说投资了以后干嘛了？就分嘛，管他有100个客人你分他20个嘛，哈利路亚，你就分嘛，你看到没有？我说如果你不这么做，你每天经过他的诊所前面一定心里难过一次，告诉我会不会？会嘛，心里难过一次。如果又听到别人讲说哦，他的客人有多少，告诉你难过不难过？更难过嘛，更难过嘛。所以呢先解决看不见的事。 Amen。 先解决看不见的事，这就是耶稣讲的，你要把炭火堆在别人的头上，堆在你敌人的头上，就是干这个事情，你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哈利路亚， Amen， Amen 呀！解决看不见的事就可以解决看得见的事。你看以弗所书6:11在这边讲，所以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他看到什么？他说我们是军人，你要穿戴全副的军装，你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好，你要这个提摩太后书前书6:12，他说你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你看他又讲的说你要打那美好的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灵的战士，我们都是属灵的军人，我们都要加入这场属灵的征战，都要加入这场属灵的战争，都要加入这场属灵的战争。求上帝帮助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你要看得清楚，你的敌人不是你商场中竞争的对手，你的敌人不是你公司里头常常给你穿小鞋的那一个同事，你的敌人不是常常在背后打你小报告的你的同事，在你背后说你坏话的那个人，通通都不是。你要记住你的敌人是撒旦。 Amen。 你的敌人叫做撒旦，那个才是你的敌人。好，那个才是你的敌人，那个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当我们要解决社会的问题的时候，要记住社会的问题不是哪个人作恶了，不是哪个人宣传所谓的没有品德的事或者什么，通通都不是。我们的敌人是什么？那看不见的天上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恶魔，那个才是我们的敌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去预备好，怎么样去面对人生各样的征战？第一个要有好的装备，一起说要有好的装备。哎，你知道吗？这个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刚刚讲的，你要装备什么呢？第一个神的话语，第二个神的恩膏，一起说神的话语和神的恩膏。
再说一遍，装备就这两件事情。第一个要把神的话语弄清楚。以弗所书上面讲说，拿起圣灵的宝剑，你看只有一个，那个叫做圣灵的宝剑，那个就是装备吧，信德的藤牌了，福音的鞋了，救恩的头盔了，那是圣灵的恩膏嘛，在你里头改变你嘛，哦，所以你要把所有的装备把它弄清楚，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命的中间，你有了装备才能够打仗，没有装备怎么打仗呢？所以告诉别人要有好的装备。第二个，要有好的操练，一起说，要有好的操练。属灵的肌肉要结实，一定要操练，肌肉不操练就会萎缩，哦，像我最近手膀子没有操练就萎缩了，你知道一定要操练，然后就会不一样。你看特战部队要不要操练呢？要不要操练呢？告诉我运动员要不要操练呢？我们看一下特战部队的操练，看一个短短的影片看一下。哦，这个是林书豪为他祷告，刚刚动手术，你看到没有？那个人拉着他干嘛？操练他嘛，操练他的爆发力嘛。OK， 好，我们再看一下特战队的，来，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看到吧？过水过火，看到没有？呀，你看这样操练，你看那个水那个洞就这么跳进去，呀，这个泥巴就这么跳进去，后面就这么倒下去，你看到没有？这个叫操练啊，哦，这个叫操练。好，停到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军队不操练就不能够成为精兵，你不操练，你也不能够在神国度里头做精兵。 Amen。 许多人喜欢做基督徒，做非常舒服的基督徒，坐在那里听听道，坐在那里听别人唱歌，他也不唱歌的，从来不唱歌的，他嘴巴都不张开来的，因为他在那里听别人唱歌，他在那里享受敬拜的气氛。我要告诉你，基督徒不是这么舒服的，基督徒要经过操练的，你才能够成为神国度里头的精兵的。所以我说到韩国去干嘛？操练嘛，那几天禁食祷告嘛，你就不要吃饭嘛，在那边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操练了以后，不是会节食，不是会减肥，是禁食祷告操练以后，你里头的力量才会强壮，那个祷告的恩典才会不一样，祷告的恩典才会不一样，一定要操练的。从小祷告干嘛？你能够忍得住那个瞌睡的那个冲撞，然后整个晚上在上帝面前祷告，那是从小祷告的操练嘛。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要不要操练？要不要操练？你看有些人他说我不会祷告，因为他没操练过，所以他就不会祷告。这个我去参加那个，我到那个什么地方，那个做活流殿的那个地方，活流殿那个江。啊，德胜那个地方哈，那个我们那位弟兄啊哈，所发展出来的，你看那个他所有的工作人员，每一次帮你做电疗的时候，他一定先为你祷告，做完了以后再为你祷告。所以你知道我最近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些人祷告越好哦。你知道这些人呢都是不会祷告的哦，这些人有些人是刚刚从监狱里头出来的哦，他哪里会祷告？不会祷告，他就是因为天天在那边为所有上那客人来帮他做之前祷告，做完以后再为他做祝福祷告，就这样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快，这群人非常会祷告哦。我看我们这些很多小组长没有他会祷告，恐怕有些教会的牧师也没有他会祷告，因为他天天都在练习开口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练习祷告。 Amen。 祷告要操练，祷告不操练是不行的。信心要不要操练？信心要不要操练？信心是越操练信心就越强。像我们教会在最开始建堂的时候，建了个保利龙花了500万，当时就觉得压力好大。后来我们盖了三明堂，花了1亿3000万，当时觉得压力更大。哎，但是你看信心被扩充，从500万到1亿3000万，懂我的意思？然后盖这栋房子花了10亿，还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情的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事情的感觉。你知道什么东西不一样？信心不一样了，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信心是被锻炼出来的，你的信心要被锻炼出来的。爱心要不要操练？告诉我爱心要不要操练？
要啊，你最开始爱谁？爱你的孙子，爱你的儿子，爱你的女儿，对不对？爱你所爱的。但是你要被操练以后，你开始就爱什么呢？爱陌生人，开始就爱什么呢？不可爱的，开始就爱什么呢？你觉得很讨厌的，你开始里头开始会有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他为什么做这种讨厌的事？原来他也是有理由的，原来他有的时候也是很可爱的人，只是你看到的时候正是不可爱的时候。听得懂我说的吧？哦，他对他的儿子的时候，你看一个慈父的样子，但对你的时候像野兽的样子，听懂我说的吧？所以你看到的是他野兽的样子，你没有看到他慈父的样子。原来他也是一个慈父，也是很可爱的。这个是爱心的操练啊，你要操练到能够去爱你的仇敌啊。你看这是被操练出来的，你以为天生就会啊？侍奉被操练出来的。你看我现在讲到比较可以不用稿子吧，对不对？我可以不用稿子了，可以怎么样讲了，那是操练出来的。你以为天生就会这样讲的吗？哦，天生会这么讲的吗？是操练出来的，不停地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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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赐是操练出来的。我不是跟你们讲说为病人祷告吗？从来不敢问他好不好啊，从来不敢问他好不好啊，想问了以后万一不好怎么办呢？然后就被操练嘛，直到有一个赖妈妈举手，哎，他说他的手上的脂肪瘤好了，哎，我高兴得不得了。你看那是被操练嘛？我不是跟你说在淡水那个山上，我为那个小儿麻痹的那个女孩子祷告吗？啊，我根本不敢祷告啊，但他一直逼着我非祷告不可啊，我就只好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他逼着我说他要走路啊，所以所有的100多人就看我会不会让他走路啊，丢脸的要命啊，走了7圈还是不会走啊，走了6圈7圈都不会走啊，所以我跟他讲说不要走了，我们下来了。他说不，我从来不觉没有觉得这只脚这么有力过啊。我说让我们再走。果然他会走了，他高兴得不得了，全场又哭又笑，全场人来抱着他哭，我呢赶紧闪呐、啊，我赶紧闪呐、啊，我吓得要命呐、啊。我不是跟你讲我骑这个摩托车啊，从那上面下来的时候都不会走坡道啊，走楼梯啊，啪啪就这样子下去、啊，因为吓得要命，不知道坡道在哪里啊，看到楼梯就这样像搞特技一样这么下去啊，就这么下去。看到这时候这是被操练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操练到后来的时候才会敢说，看到轮椅的时候起来走路，哦，起来走路，哎，真的有人就起来走了，真的有人就起来走了。哦，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起来走了哈，但是就是有人可以起来走了。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打电话跟我讲说，她的弟弟啊，她的弟弟是肿瘤8年的肠癌，肿瘤8年的时候到最后了，已经这个人都昏迷了，怎么样了？然后就说张牧师，能不能请你为他祷告？我说好，我为他祷告。我就在我没有去他的医院了，我就只在 LINE 上面写给他，我说我为他祷告。梦里头上帝对他显现，梦里头上帝对他说话。你知道为什么叫梦里头？因为他以前醒着的时候去，我去看他，他理都不理我，听懂我说的吧？所以我不想去看他，你懂我的意思吗？既然已经昏迷了，好，上帝在梦里头对你说话，这个时候你没有抗拒的，听得懂我说的吧？因为人昏迷了，灵不会昏迷，听懂我说的，灵魂不会昏迷，脑子会昏迷，但灵魂不会昏迷。我说上帝对你说，上帝对他说。结果第二天呢、啊，这个姐姐啊，就传烂给我。但是牧师告诉你，昨天晚上上帝对我弟弟显现，我弟弟醒过来，看到一个穿白衣的，然后就问坐他边上有另外一个姐姐哈，也是基督徒，问说那个穿白衣的人是谁？姐姐说那一定是，如果是穿白衣不是天使就是上帝啊。他说哦，如果是上帝我就完了。他为什么？他说我初中的时候受洗当天就偷教会的东西我当天就偷教会的东西哦。但是他说哈，他说这个弟弟说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就跟这个姐姐讲说，你来拍拍我，打打我，我是不是在做梦，是不是在做梦。哎，当天开始身上就不痛了，现在情况越来越好了。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恩赐是操练出来的，听得我说的吗？你说，哎呀，牧师我都没有，因为你从来不操练嘛，你从来不操练嘛，你操练试试看嘛，你操练以后恩典就来了嘛。你看，这个是要操练的，一起说要操练。勇气要不要操练呢？宽广要不要操练啊？
所以我讲说我们那个弟兄做医生的弟兄，我说他的 partner 在边上开了一家诊所，你就是要超越吧，他既然开在你的边上，你要比他大，怎么样会比他大呢？就送花给他，去为他祝福祷告，然后每次经过他的店的时候都为他祝福祷告，上帝你要祝福他做得很好。我说你试试看，如果这么做，第一个你心里头不会难过，同意不同意？你心里不难过，你生意一定越做越好。如果有别人来到你这个地方，来到你这个地方跟你提到隔壁的诊所，你都会想，哇，他在我这里啊，本来就做得很好，我真的好喜欢他哦。他在我这里学了几年的时间，终于出去了，太棒了。你看，你不会觉得与有荣焉吗？会不会？会。宽广是操练出来的，宽广是操练出来的。好了，没有时间讲了。阳光是不是操练出来的？口甜、脸甜、心甜是不是操练出来的？你以为你一定口甜了？我告诉你们，口就是不甜，我口就是臭，跟吃了大蒜一样，臭得要死，你知道吗？我们口啊，很少会是甜的，很少会是甜的。但是你可以操练啊，练习说祝福人的话，练习说鼓励人的话，练习笑嘻嘻的跟人说话，可以不可以啊？那是操练的，我真的跟你说操练的，心里头想到人就为人祝福，这是操练嘛。然后第三个要加入团队，一起说要加入团队。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战争里头从来不是单打独斗，但是我们中国人不太懂得团队，我们中国人都只懂得什么叫做侠客啊，什么叫侠呢？就是一个人自己干就对了，这个就叫做侠。但是呢，但是呢，你要注意，战争一定是一场团队的战争，实际上不止。战争的任何事情都是团队，有团队做的就不一样。对不起，我还是看一下一个短短的一个影片，你看一下这个马刺队的表演，你看，我太喜欢他了，你看，怪怪帅呀，耶，帅呀，你看看，他们那种三角传球，你都不晓得怎么会传给他的，然后你看再传一个人就上篮了，看到没有，就进了。每次都是三角一传就上篮了，就进了，耶！你知道三角传球可以有400多种打法。对不起啊，我不懂篮球，我只是看人家讲的，还有400多种打法，你就不知道他怎么打的，打来打去上篮就进了，你都不知道他怎么传的。OK， 到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叫做团队，这个叫做团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在一个团队的里头，不要自以为你有能力可以不需要其他的人。刘邦有汉初三杰，有谁啊？萧何、韩信、张良。于是打败了项羽，按理来说他是胜不过项羽的。朱元璋有谁啊？有刘伯温，有徐达，还有呢，常遇春。 OK，你看见连刘备除了哭以外什么都不会，但是你看见他边上有张飞，有关公，有赵云，然后再加上还有谁啊？诸葛亮，对不对？好，还有诸葛亮。好了，最后战场上头，生命不可有破口，一起说生命不可有破口。生命有破口的时候，这场属灵的战你一定不能够打，因为你靠的不是 muscle， 你靠的是里头心灵的 muscle， 心灵的 muscle 里头是不可以有破口的。比方大卫在那边讲，他说人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说人如果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就像是什么呢？他像是夏天的干旱一样，津液都枯尽了，都消耗光了。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他跟88犯罪，他行淫，跟88行淫，然后呢他自以为没有人知道，但是告诉我他犯了这个罪，其他的人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嘛，本来不知道的，但是看到你这个大国王却把你自己的那个将军放在外头打仗的时候故意害死他，害死他以后回到大家心里在想，国王为什么会下这个命令叫我们把他留在战场上边，让他一个人被杀掉，大家不明白，回来看到88进攻了，每一个人都恍然大悟，原来你这个家伙杀人夫夺人妻，
但是因为你是国王，没人敢跟你讲。但是告诉我，大家肚子里头有没有骂他？然后看到他到上帝面前祷告，上帝啊，你是公义的，你要行审判。每个人心里在想，第一个审判的就是你，对不对？第一个审判的就是你嘛，还有审判谁？你在那里祷告说，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别人就是讲，最不公义的就是你，你把一个最忠诚的臣子，而且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犹太人，是乌利亚人，是外族的人，对你这样忠诚，你把他害死了，然后夺了他的老婆，你这个混球中的混球。你看他有破口，破口在那里让他没有办法祷告，破口在那里让他没有办法做国王，破口让他在那里不能够带领群臣往前走，生命中间的破口就让他不能够走下去了。你记得以色列人在跟迦南地人打仗的时候，约书亚带着部队进去，其中有一个人叫做亚干，他就拿了一些不应当拿的东西，他一个人造成的破口就造成整个部队打败仗，整个部队在那边都打了败仗。我以前认识一位弟兄，这个弟兄啊很能干，家里都很穷，但是呢白手起家，年龄跟我一样，不到四十岁，三十多岁的时候，我记得天下杂志曾经整本杂志介绍这个人，他是我的好弟兄，说他当时他做了二十几个公司，他一个人开了二十几个公司，他被称为第二个造铁头，你知道，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被称作第二个造铁头。这样能干的一个人，但是呢生命中也有破口啊，男女女色的问题啊，好，牧师也不敢讲他，因为有钱嘛，你知道，这牧师也不敢讲，你知道，只有我敢讲他，因为我是他的朋友。有一次他出了车祸，出了车祸摔得半死，我到医院里头去看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某某人，上帝留你一条命在，你要好好的靠上帝活着，不要再活在那污秽里头。他跟我讲，茂叔，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以为他真的悔改了，但是身体好了以后，照常去做这些的事情，结果呢一败涂地，所以你现在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生命有破口吧，祝福就没有了嘛。奉主名祝福你，生命不可以有破口，生命没有破口，你才能够好好的打一场胜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场仗你一定可以打赢，因为耶稣已经把仇敌践踏在我们的脚底下。这一场仗你绝对有得胜的把握。保罗打到最后他说，这是一场美好的仗。我坦白说我心里会着急，因为我的年纪比保罗还大了，我就快七十了，保罗还不到七十就走了，好，我的年纪比他还大了。如果保罗说他离世交奠的日子已经近了，我看我的日子大概我也许比他还多一点点，还可以再多一点点，但是呢我心里头很多的着急。我着急什么？我着急见主面的时候我怎么见。奉主的名鼓励你，让我们一起努力，可以吧？可以不可以？让我们一起为神的国度打一场美好的胜仗。 Amen。 不管过去怎么样，不管过去怎么样，现在开始，现在开始，你得好好的装备自己，你得好好的投资自己，你得好好的操练自己。 Amen。 操练了再操练，操练了再操练，投资了再投资。我现在常一句话在我里头想出现的话，让我觉得非常后悔，初中的时候就读过，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现在就是后边那句话，老大徒伤悲啊，现在就是老大徒伤悲啊，现在努力都已经来不及了。你现在背英文单词背二十次还是记不下来，你知道吗？以前的时候啊，以前的时候脑袋好，什么东西啊都乱看，就不好好的好好的装备自己。年轻的弟兄姐妹，好好的装备你自己，不要花时间呢只在打电动玩具上头。打电游成功的人不太多了，除非你会写电游游戏了，其他的话你要成功的人是不太多了。其他会成功的人不太多了，好好的装备自己，好好的装备自己，投资自己，每天为自己加分。特别是年纪越大，你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了，你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看电视，
真的，你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看电视了，再看电视看下去啊，就看到棺材里头去了，不要再看电视了，少看一点少看一点。而且台湾的电视真是有够烂有够烂。昨天我儿子回来说，哎，他爸为什么电视播的都是老节目，我说没钱买新节目嘛，就这么简单吧，为什么播老节目，没有钱买新节目嘛，所以只好都在播老节目嘛，播老节目什么好看的。哎，不说了。来，我们一起唱诗歌结束我们的早上的聚会了。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唱一首老歌，好久没唱了这首歌。我们不会疲倦，不唱这首就是唱荣耀归神，哈利路亚。我们神老依旧，信心比前更坚强，荣耀归神，哈利路亚。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前途更光明，我们欢乐似飞翔，不久我们到天上，就要唱起我君王，荣耀归神，哈利路亚。我们不会疲倦，不唱这首就是唱荣耀归神，哈利路亚。我们神老依旧，信心比前更坚强，荣耀归神，哈利路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前途更光明，我们欢乐是飞翔，不久我们到天上，就要朝见我君王，荣耀归神，哈利路亚。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前途更光明，我们欢乐是飞翔，不久我们到天上，就要朝见我君王，荣耀归神，哈利路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前途更光明，我们欢乐是飞翔，不久我们到天上，就要朝见我君王，荣耀归神，哈利路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前途更光明，我们欢乐似飞翔，不久我们到天上，就要唱起我君王，荣耀归神，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前途更光明，我们欢乐是飞翔，不久我们到天上，就要朝见我君王，荣耀归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荣耀归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荣耀归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要打一场最美丽的仗。Amen。 我们打一场凯旋的仗。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数到三，我们说三声主啊，我们就一起来宣告这场战争我们是绝对打赢的。 Amen。 一二三，主主主主，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说赞美你，上帝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打一场美好的仗。保罗怎么样打这场仗？上帝，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打这场仗。上帝，我们仰望你，上帝，我们祷告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荣上加荣。亲爱的救主，谢谢你，主耶稣，天你仆人的祷告，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天你仆人的祈求，谢谢主，谢谢主。弟兄姐妹，你没有好好操练过的，现在祷告上帝，你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的操练。我要好好的操练我的祷告，我要操练我的信心，我要好好的操练我的那个阳光飞鹰使徒的特质。我再说，那是操练出来的，祷告加操练出来的。 Amen。 我们起来祷告，一二三，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祝福的弟兄姐妹，好的操练他们的祷告，好的操练他们的读经，好的操练他们的服事，好的操练我们的恩赐，好的操练我们的品德，
亲爱的救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听你仆人的祷告，谢谢耶稣，赞美你主耶稣，耶稣得胜，耶稣得胜，听你仆人的祈求，赞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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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耶稣，我们谢谢你，保罗的故事要变成我们的故事，阿们。那些惨烈的战争怎么变成美好的故事？上帝让我们生命中间所有的羞辱要变成荣耀，所有的眼泪要变成欢笑，所有的低谷要变成高山。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用主祷文结束我们的聚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之神灵，三位神赞美父之神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低头，愿主赐予你保护你，愿主面上荣光照你，赐福于你，愿主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不要忘记报名去韩国的赶紧报名，找三个人互相击掌，告诉他同打一场美好的仗，同打一场美好的仗。如果我们当中有人需要代祷的，请您可以在您的桌子